在这女性主义日渐高涨的年代，女人们不再是任由男人摆布的玩物了，她们有主张，不随便，有见解，也挑男人，对于自己喜欢的人事物勇于追求，对于不喜欢的更勇于说 No。 这首歌利用电子爵士乐呈现男女在夜店歌舞厅交谈的场景，这样将音乐生活化及故事化的概念也是本歌曲所要表达及呈现的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为您带来这一首精彩又活泼逗趣的 Miss No。掌声鼓励，姜老嘞，姜老嘞，谢谢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，这个非常热闹的一组表演哈，来来，你来代表受访，好啊，还有一位，好来来，请介绍一下你们，嗯，啊，我们是 Miss No，Miss No， 那哪一位才是 Miss No 呢？我们两个都 Miss No， 有一个小姨姨是谁啊？小姨姨是我，小姨姨啊，就是廖博姨，好像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呀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脚本有写啊！啊，这边都你们自己提。那我们继续演下去就对了。不是，这个蛮好的，就是说很多人啊，在走入家庭的时候，就开始啊柴米油盐，就忘了自己的一些兴趣跟喜爱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在一个某个阶段，是不是突然就觉得我可以做点什么？是的，我之前是一个上班族，然后不想做之后结婚嘛，然后结婚以后实在是太无聊了，是，所以决定重新拾取我的兴趣，然后做一些创作。太棒了，不要变成一个黄脸婆，对不对？做自己的音乐。那主唱呢？主唱主唱 Miss No Miss No 对呀。
您也是啊？对，我也是家庭主妇、啊、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还是会去酒店一下、啊、不是、啊、那个不是酒店，讲错，去 pub 一下哇，讲话这么直白，哎，真的吗？是，难怪刚刚好像你们刚从林森北路叫车过来啊。No, 哦，这个歌很开心，很快乐哦。而且，哎，你们刚刚是不是在另外一组也有？对，原住民。所以你们到底是原住民族还是我们是台湾族。对，所以对，都跟台湾狼啦。台湾狼。对，但是怎么两可以跨界，好厉害哦、嗯！我觉得音乐其实是不论国界跟不论种族、哦，这就是我们这个比赛的意义，对不对？只要是你有才华，你用哪一种语言来唱，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啦，哈、哦！哇，你刚刚载歌载舞哎，很紧张，很怕寡斗呢。你的家人真的就差一点快寡斗。Sandy， 你家人有没有来陪你，给你助阵一下？没有啦，穿成这样不好意思啦，啊、小孩子来有碍观瞻，不是啊？哦，那你知道我们有直播吗？我知道啊。那、啊、你不怕他们在家里就眼睛盖住啊？哦，也是的，因为小朋友可能也在忙脸书，在删朋友啦。对啦，也对。跟某人一样在忙。好，今天非常谢谢，这是一组特别的状态。我们刚刚讲他们是家庭主妇，但是在人生旅途上到了一个阶段，重新找回自己的兴趣，值得我们学习啦。谢谢你们哦，玩得很开心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